恭喜你呀、啊，陛下，又一次全倒。再把他们排好，还有选小一点的农夫。好消息，陛下，你的新雕像送来了。那我们来看看吧。雕像，长得跟你一模一样。我不知道，鼻子有点不太对劲哎、啊。这东西有一吨重吧？两吨重，陛下。啊，放到那边去。你觉得它跟这里的一样好看吗？全都很好看，陛下，但是没有本尊那么帅。你说的对。放到那边的墙壁去看看。不好，放在那边也不妥，就放在那上面去吧。巴德国王不太懂得体贴别人，感觉真好，我一点也不累耶。我们再跑个10公里吧。每个人都很害怕，不敢吭声，但是最后有个人勇敢地站出来抗议，他的名字叫法鲁克。巴德国王把我们当污垢看待。对，把我们当污垢。他对待我们比污垢还不如，他对待我们就像污垢中的污垢一样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应该有所行动了。对，我们去向他反应吧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有事。